鸡蛋大米，加什么米？看看啊，加一个卤蛋，啊，六块。 要什么饼？然后，我这边辣椒。看看饼面啊。关注他们。还有明天都有鸡蛋，快了哈。还有个家里装的。那你这点饼吧。行。 好的，七块。我的不要九块。好的，五块的是吧？知道啊。三块要是吧？
前面的有，看看来。这碗米饭多少？那七块。七块加五块五。大概五。 鸡蛋吗？啊，对了。啊，这个跟你家的什么东西？鸡蛋干煎饼。就这样子。